认识那辆白马的海鸿星啊，不是338，看着虽然一样啊，发动机可能不一样，而且这车是纯国产的，不是以前的那个海马338。那时候为什么拖车回呢？因为来的时候就是拖车拖来的，就别让它开了，就是这轮胎不能上大街上开嘛。这轮胎啊是米其林的赛车专用的轮胎，看上边这个是美国制造的，尺寸啊1858-15，18这都是厘米啊，58也是厘米，就是胎宽和那个总直径，所以胎宽其实只有180毫米啊，就是180的胎，但是胎质明显的就不一样了，纯光头胎所谓的啊，是美国制造。其他的这车就是刹车，台湾产的，也不是特好的刹车啊，不是 AP。发动机这就改了电脑啊，然后改完电脑，好像这车是点火有点问题，后来就不敢开了，直接又叫拖车了。下回再跑，可能就是国庆节了啊。希望它有个更好的表现吧，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进步。